你在干嘛？我被夹鸡啊！所以你今晚要吃鸡就对了。哎，不会搞到刚回来被去豺狼。好，拜拜。什么令诶？挂挂挂挂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什么令？欢迎大麦兄怡宝咯，这是在收来，吃一支冰鲜，这支就是麦兄。白的就会冰 Magnum 是我是红珠啊，不是 Magnum, Magnum 是 Magnum， 那是我上喜欢的 ice cream 的白，一定要吃它的 almond 的口味哈，你看脆皮巧克力 almond， 这样还是这样子看的，不然是这样子，八点才甜，我们的目标就是吃鸡，因为怡保是一个很多鸡料理的所在，怡保家有很多好料的发源地，南洋很有名的白咖啡，就是伫个怡保起家豆芽菜汁，嘛是伫个家起家，我都讲了，因为要优秀，啊，好好吃哦！嘿，我后边就是怡保的法庭哦，然后你看你的后边是怡保的车站，伊两个建筑的 style 是毋是同款的？就是有一点啊欧风的，哎，拄到尖锐哥哎，阿邦阿德。哎、欸，结果是女孩子卖的。你要尖锐哥、喔？你今仔你无伫家诶，应该是伊诶妹妹妹，对不对？小妹。OK， 这就是有名诶巷仔内叫做二奶巷。为虾米叫二奶？我听讲吼、喔，是以前食诶好野人富豪吼、喔，一上好伊诶二奶一条街自产。你卖唔相信无？阁有三奶巷诶哦，伫个边仔有三奶巷，因为有了二奶一条街，三奶嘛无欢喜，所以三奶嘛有一条街是伊诶。大奶听讲有大奶巷诶，大奶可能是贵个家的拢是伊诶。反正就听说给二奶租收租了。现在这个二奶巷已经是一个观光的巷仔了。OK， 这个巷仔是较短，咱一个就去三奶、四奶、五奶、六奶。哦，以前的人叫花心诶，哎，不是啦，现在的富豪嘛是叫花心。你卖变富豪，所以你的钱好啊。家就是三奶巷，但是为什么无什么人呢？哦，嘛有表的。三奶经营不善。三奶家道中落的台语怎么讲？不知道。耶，帮我翕一个相。下昼阮四个社看路边的表的，班桥李准去讲，把吉隆坡冰城比起来，伊即卖上介意的是伊宝的街景。去巷仔来 explore， 伊宝的巷仔来嘛是有叫一个表的。哎呦，拄啊拄到有人在喂耶！豆芽菜鸡啊，一定爱食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豆芽菜配鸡，敢那白斩鸡安尼。一重点就是伊个汁，你看鸡油、豆油汁，点一盘菜，这几天拢无食菜。这个是鸡的猪油脆，满满的猪油就对啊，安尼较有味哦。食鸡吼，就是要看伊个鸡敢有油，色的鲜度是不是拄拄啊好的，你就问伊个酒。嗯嗯嗯，好食，因为这汁是同款的，这帮是油帮有味的，这是点啊滴滴的味。嗯嗯，马来西亚人是安怎食鸡嘞？问酒，头家一定会给你料添酒啊，你料家己加豆油，示范给大家看。这是你的鸡，你先问鸡有豆油。然后温一个咸咸的豆油，安尼食起来就更加刺激。嗯，安尼袂歹，就合的。不过有啥物特别啦，就是食海南鸡的感觉。食饱了后，滚去糖水街食这个石井炸果冰。但是板桥李准基上讨厌的就是这个冰。食的人嘿，拢讲广东话，所以即马就好气。嗯，真的很流連啊，但是也挺好吃的、哦、你可以看到是不是下面有很多水果，有火龍果、芒果、西瓜，還有很多顏色的 jelly， 荔枝、菠蘿蜜，
马来西亚人好中意食菠萝蜜嘅，成盘嘢嘅生果都好马来西亚版下喎。嘿，我已经困住啱啦，今晚就是要去食盐焗鸡配肉，这是出产矿嘅，已经出产足侪石矿嘅，所以你看有这个石米像，所以你个鸡吼，拢用迄个石子去包起来去烘安尼。但是现在已经不流行用锡纸去包了，他们都用烘焙油纸包这个鸡，这间是我在地的朋友介绍我吃的燕琼林盐焗鸡，我现在已经 check out 饭店，所以站在旁边吃鸡。哦，你看那个汁都流出来了。哦，我闻到很高的药材的味道。你看那个鸡是比较小的，因为它是用干棒鸡的，干棒鸡就是在乡村里面走来走去的鸡。哦，足香的，我这个比较特别的，你来试看卖。嗯，好吃。我一个人吃一个鸡，这个贵的干棒鸡差不多170块台币。刷落来，阮去一间茶店吃物件，点了这个足特别的物件。这个就是马来西亚才有的食物，应该南洋啦，老吃老吃就是吼一种水果，加顶管有。格洛卜，格洛卜就是一种饼，嘛是遮才有的饼。然后咧，伊个特色就是伊个酱有核桃粉加甜甜的高高的酱。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的代志，大概我带外国的朋友来吃马来西亚版本的罗汁，伊拢不介意的。你介意无？你看，板桥李准基啊，我会期待的台湾朋友啦，吃到嘛讲，不好吃。但是佮马来西亚人拢吃惯习了，其实唔是全部拢水果的，佮有其他的菜啊。这个有一点仔咸的，有时阵是咸加甜的味。这个可乐果是我上喜欢的，伊就是重点。这个是来往来。最后就是伊煲的重点，我一定爱啉一杯在地的白咖啡。下午茶的时间嘛，先刷点一个炖蛋，够吹吐司。我教你们粤语，蛋蛋。蛋蛋。蛋蛋。嗯，哦，好食哦。嗯，哇，好吃！这杯就是一波白咖啡，哦，厉害厉害，好啉好啉，有够够的，哦，好啉，好喝到语无伦次了。这杯波够啊，我烧我烧，再来讲，我像这种胖，不一定要胖的，吹的蛮好吃的。这届的一波算一天已经要结束了，准备回去我的。吉隆坡了，不是我的，我要回去吉隆坡。好家仔，有伫个伊波啉着好啉的白咖啡。走走走，后街继续去食去啉，四界佚佗，后街见，拜拜。这个就是印度的罗汁，虽然拢叫做罗汁，但是完全的无同。是这个是沙果。刺龟、豆腐、卵，没有，这个不知道什么名字，就是印度人做的，可能是面包类的。没有，特别是它的酒是什么？是咸的，所以印度人的肉酱是咸的，是酒。那你今天早上吃的也是辣的啊？但是这个是印度辣。嗯嗯，这个酒好搭配。好。嗯，哦，咸咸咸，就是甜加咸。主食这个是黑咖喱，这个是印度咖喱味，嘛是好吃的。我较介意印度的肉酱。好，一波二奶向贝尔说是肯啊，好，大家抽奖十二个名额，留言下我爱一波说是肯啊，几个礼拜截止哦。